说台湾到未来，我们在社区要有希望，还是要由产业来带社区。社区没有能力带产业，因为一定没有，因为他要。建国故在开始有开放啊，差不多三年前开始。哦，三年前就开始开了。开始就要慢慢就在招商，但是碰到很多瓶颈。那后来是透过我们透过网站这样不断在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拍1900多出影片。好，向来去的，我家去的啊，我家去的，一路这样拍，按每天剪辑，像你们等一下回去马上网站一上去就可以看到，今天整个活动。对，咱砖头遮的砖头的人，还是砖头的学校，还是有什么款的摊位跟咱遮配合？学校会进来的，刚开始他们不认同，但是我们现在消费有名气，他们都会进来，包括公部门、中央部门，他们都有一种思维交通。我要找那个点比较可靠性，有比较怎么变成一个很亮的点，他们会注意这一点。那我们的整个想法就是说，社区的凝聚力哈，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不能违背初衷。那个初衷本来的，你初衷如果有违背之后，两三年就会毕业。你如果没有毕业，你就是没有办法回头。现在公部门有多一个单位比较跟我们配合的？我之前都没有，最近因为我得了一个深度失灵，台湾省95条线的优等的奖之后，然后我得到一个环保署的全省特优，因为我用废弃物去创造一个就业机会。然后这次又拿到国家永续奖，这个奖。对了，这个奖未丢以前甲丢以后，有啥物是较大个差？跟接受人家会认同，爱解释不认同。我一路走来，想要把那个故乡找回来，所以我们预计明年会拍一支故乡找回的纪录片，从没有到有的过程找回来。那今天欢迎大家来点菜，因为我也是想要去参加学习型的社区推动这整个计划，然后交了很多很好朋友来到点菜。我们把重点放在说您来家感受到整个环境啊，私底下我们就可以聊卖一东西吧，因为分顾大师啊来都当做顾了因为他当可以站下来帮我一下，谢谢。江山万里行，一条天子一条心，文官一安天下，武将提督登诸侯。咱教育部咱的中央长官柯师长，一年一届挑选机灵上京赴考，今来到咱嘉峪关新港乡。咱丁彩云乡土馆，英雄要来考试，来，传这第一位什么人来了？不是啦，目睭表金卡位所在，注意听，文不开必唱，必将夺诸侯，文邦为共力，不太绝龙音。行进书地进书行地进书林中何必给中林副将官主将官副主将官金上添花花上金你的口才流利。